哥姐姐们好啊，今天又吃米粉了，你又想吃我们家米粉了，可以进主页橱窗看一下啊。先来一口米粉，过两天我就教大家怎么做好我们家米粉，给大家上个教程。这碗真香哈，朋友们，告诉我你是腐还是头的太多，这大鱼大肉的就尝这一口吧，老带劲了。木耳辣，非常满的，这大鱼大肉的就尝这一口吧。
椒，老带劲了。清淡点，鲜椒酱，扣里得了，你搅拌一下啊。这鸡爪子，黄瓜丝儿。